山西乡有一位陈小姐，伊的先生去年因为车祸过往，留下四个子女，由陈小姐一个人照顾，生活有较困难。彰化县特别建友会知影这个状况了后，前往陈小姐因兜来关心，除了送生活物资以外，嘛提供一笔个人救助金。同时，社会出卖这个辅导陈小姐，还有伊已经成年的子女找头路，让因的生活会当有所改善。山西乡陈姓女子甲先生有五个囡仔，已经成年的大汉后生，因为风烧，所以无甲因住做伙。陈姓女子的先生去年因为车祸过身，让因原本无好过的生活是更加困苦。现在是我有三个小孩，那个身心障碍孩子啊，因为目前因为我去年先生往生，七月往生，九月我要跟最小的孩子被拖行车祸发生车祸，现在行动也不太方便啊，因为目前又疫情，我们真的也老板有欠人，他才会叫我们去工作。彰化县特别建友会知影因的状况了后，马上找到必要的生活物资，甲一笔急难救助金，甲社会处人员做伙来到陈姓女子住的所在来探望。因为阮和美建友会吼，也是接受迄个民众反映，讲遮有一户低收入户吼，叫边缘户啦，生活上有一点困难，我就来了解一下。那昨天，我有联络我们的社会处，那我们社会处长今天特别派我们的督导，要重新来评估他们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补助要怎么来帮忙，因为我看我的是归来对五个人就有三个稍微轻度啦，一些残障啦，还有重度残障，所以我嘛感谢社会处，要重新来评估因这个补助，安尼回后边即个生活会当改变安尼。阮昨昏就先买一寡即、這个比较重极重度的一款牛奶一寡迄个尿布平时通互伊用安尼。我直接是要呼吁讲，我们的社会能够尽量大家出一点力即、這个家庭会当互因过着即个甲咱正常的一个生活哩。那个消遣议员这边通报之后吼。我们这边有来关心，那其实陈妈妈这一家也是我们长期关怀的个案。那他们家一家哈，就是因为四个人里面哈，有三个人是有身心障碍手册。那县府社会处这边哈，有来发放身障生活补助，等一个月差不多3万多块的生活补助款。那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两个小孩没有工作哈，那我们今天也特别前来关怀。会同我们县府的顾问柯永峰那来关怀案家，来提供一个急难救助金。另外，我们还有物资的协助，包括一些食品，还有尿布来关怀案家，希望让我们陈妈妈能够渡过难关。社会处表示，目前当这个辅导陈姓女子，甲伊已经成年子女就业，毕竟让伊有工作能力，甲是健康的方向。其他弱势个案方面，社会处嘛拢会积极追踪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，山西采访报道。